这个庞某没有经过我的允许私自占用我的财产拿去做抵押，说这个人是他的大哥，他说他欠对方好多钱，是几百万还是多少钱，具体多少钱没有详细的跟我说清楚。美女把保时捷送去保养，结果却被保养店老板开走抵押，直言自己欠了社会大哥的钱，如果不还清就会让他付出代价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眼前长相清纯靓丽的便是车主王女士，她苦诉道自己前不久花费70万买了一辆心爱的保时捷，为了让爱车外表像他一样光鲜亮丽，便打算联系一家车辆保养店把爱车送去进行保养。当时彭老板信誓旦旦地承诺会尽自己最大努力让保时捷容光焕发，不过需要给他一点时间，因此王女士便一边感谢一边放心地离开了。谁知自己前脚刚走，后脚彭老板就打来电话表示自己要有偿使用这辆保时捷，王女士对此也并未在意便同意了。谁知就当到了取车日期时，彭老板却迟迟没有归还。我给他打电话，我说这个车子在哪里，我说你该把车子归还给我了，然后他就各种的理由拖延时间，一天两天三天这样拖延。期间彭老板找各种理由拒绝还车，要么就是出去旅游了，要么就是老婆生了孩子需要他在家照顾，就这样一拖再拖，直到过了40天之久，王女士再也无法忍受，决定亲自来到保养馆将车开走，怎料把店里翻了个底朝天，也始终不见爱车身影。在王女士的不停逼问下，彭老板一脸慌张地说出了真相，表示保时捷被他开走抵押还账了，说这个人是他的大哥，他说他欠对方好多钱。此话一出，王女士火冒三丈，究竟是谁给老板的勇气，竟在没征得客户的允许下就私自把车开走抵押，这种做法和土匪强盗有何两样？于是王女士便当即掏出手机决定喊来民警把老板带走。彭老板闻言不淡定了，跪地求王女士不要报警，只要给她三天时间就能把车归还给王女士。她说，对，我现在向你坦诚了，我在几天之内我把钱还给人家，我把车给赎回来，我会赔偿你的。她是这样说的，让我给她三天的时间。而王女士不光长相靓丽，内心也十分柔软，在吃一堑长一智的道理下，她选择吃三堑长三智，决定再次给彭老板一次机会。事情也不出所料，王女士再次被耍了。到了约定日期，彭老板不光没有归还车子，整个人也开始杳无音讯，这让王女士崩溃不已。好在老天有眼，让两人从一家商场相遇，宣告一场好戏即将上演。王女士当时确定商场的那名男子就是偷她车的彭老板，于是便急忙拨打了报警电话。就这样，彭老板被送了一对银手镯，在民警的要求下让其写了一份承诺书并录视频为证。本人彭某明，然后把王木新车给抵押给了别人，下午五点之前把将车辆归还给王木新，如做不到，本人彭某明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。王女士本以为这下对方就能把爱车归还，没想到彭老板再次消失的无影无踪，简直就是被无赖精给附了体。王女士无奈下便找来媒体寻求帮助，联合警方的调查下终于得知，彭老板所说的那名大哥其实是一家物流公司的经理，现在的车正在他的名下做抵押。就这样，众人来到物流公司，谁知经理就像早有准备一样，始终没有在公司出现过，好不容易找到其电话，怎料得知对方是王女士后就果断挂了电话，之后无论如何拨打也打不通了，这让王女士心在滴血，难不成自己的保时捷一辈子都无法追回了吗？对此，警方建议王女士搜集证据，去法院起诉彭老板。而法官得知此事后也非常重视，表示会做出进一步调查，成功抓到彭老板后，不光会让其归还属于王女士的财产，也会让其享受两年的牢狱生活。希望彭老板能尽快被捉拿归案，承担应有的法律严惩。那么对此，你们有何看法呢？欢迎评论区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。